据说幕后凶手偷了发枪，挺让警方和追问侠解答，请问是真的吗？请问警方现在除了答题还有什么应对措施？大家先往后退，往后退。为什么？别开，快往后退。我在这座城市安装了三颗炸弹，这是威力最小的一颗，要么放人，要么死人。绝对不能让第二颗炸弹引爆。是。你把我放了，不就完了？你做梦去吧。那道题陈震解不开。不，你这是恐怖袭击！总感觉哪儿不对劲儿。